第一课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，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，请小朋友跟立伟老师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十章四十二节。《路加福音》十章四十二节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是不能夺去的。是不能夺去的。让我们在安静亲近神的当中，我们来用这个祷告词来跟神祷告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增加我里面对你的渴慕，求你增加我里面对你的渴慕，让我懂得花时间亲近你，让我懂得花时间亲近你。阿们阿们。好，我们要一起来跟神说，预备，来。主耶稣，求你增加我里面对你的渴慕，让我懂得花时间亲近你。阿们。好，第三次我们一起来说，主耶稣，求你增加我里面对你的渴慕，让我懂得花时间亲近你。阿们。小朋友，鼓励你这个礼拜每一天的早上，你醒来的时候，你就先跟耶稣说，耶稣，我爱你。然后在神的面前亲近神一分钟。阿们。